生为什么不能盖在那儿？盖在那儿，好了，多细呀，成功。两个细，几个细呀？好了，我是这个地方太大啊，露营呐，在露营，在露营。这是北干哈。系啊，啊对面对面那是大料哦，那是大料哦。有块砖啊，那大料。那大料哦。系啊，那大料。我较近。大料足近的哦，啊，这到北干啊。啊。这到北干啊。无啊，迄地啊无。迄地啊无。咱这到今日在南干。迄地啊，迄地唔知什么干。北干啊，啊，咱就在南干。无啦，咱即马伫，咱即马伫北干啦。即条啊北干。嘿啦，即条北干啦。啊，迄条未？啊，迄条可能南干诶款。啊。是啊，毋是？哦，咱讲要来北干吼。嘿啦，咱来诶时阵，咱是为南干来啊。啊，迄边是大陆啦。啊，即边这，迄条应该是，迄条应该是南干啦。嗯，龟头啦，我来抓龟头。龟头啊，钱币，北竿的钱币啦，嘿。哦啦，哎呦，水哦，哎呦，对哦。头前这是大陆哦。喂。起码咱这家就是伊个啊，爱琴海的啊。爱琴海，这规片拢爱琴海。嘿啊，这边啊，这拢是啊。你行未啦？行。行一边哦。行。Thank you.
这拢怎啦？这怎样的啦？啊，怎样？对啦，对，倒霉几次啊？这怎样？倒霉啦！好，上来，往前，往前。老师，你进来，这关心的在怎样呢？对啊。这怎样？太不客气了，家里啊。要稍微了解一下。来，各位，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个水，这口水紧了。你们一定很认为很奇怪，这口井怎么清澈？无法清啊！你们看到水非常清澈，这口井呢叫什么？泉水，山泉水，我们也叫什么？高粱水。来，秀来，我们冬天洗这个水呢？它非夏天非常凉快，冬天会暖暖的，那不是？会洗吗？你去过呢？这个可以杀菌啊！哦，这个叫山泉水啊，在那泡的时候，我们人家讲过，出好水、好酒啊，必出什么？再倒一次好水啊！好，那各位贵宾，快来这边讲过，我们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澡面料。不要看它，看里面。我看里面。看我这里面有没有啊？出现了啊！来，注意看啊！有没有背后一个出现一个人头了？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在那背背的对吧？嗯。也有看啊。有没有看到？哦。一后边后边有哦。啊。有没有看到人头？很像啊。很像啊。那各位报告，为什么叫你们站这个地方？如果你站这个地方，跑到前面看不到，只有这个角度。嗯。听懂了吗？啊，这个叫我们那个酒神，其实它这个是中午时形成的，因为中午时残年累月滴下来啊，形成的。来，来，我们照一下，到外面集合，再照一下，准备上酒场，好不好？我在外面等你们啊，大家坐下。那个，请问手不要去触摸酒啊，一脚里面啊，为了安全起见啊。那这边有三个口，旁边要口就是水闸口，一个通风口，一个通风口。它的前高从顶部到底部18公尺，宽12至14，水面潮水满潮位到哪里？有没有看到蓝色线？可以到上面，这个全部淹掉了啊！叫大潮，退潮，我们现在是退潮的那边啊，这是通常水位不高的凹刷了。下面那个黑线看看，我们等于说在这个步道全部淹掉。这个本来不是给我们人在做，这个有他已经在传递了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会走一遍进来，几个人进来啊？我们希望各位贵宾跟着走，慢慢走啊。你这样挡到人家要看东西，先不要拍照。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拍。往前面，往前，侧面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嗯。这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吧？钻石，钻石。现在把这把来放这里，你玩蝌蚪。龙凤瀑布，这是伫南投县中寮乡的龙凤瀑布，这是龙，啊，拄只看一个叫做凤，叫两个瀑布。啊，面顶面是天空步道，天空步道，
叫做个生态步道，天空步道。这有这北是吧？北中寮啦，啊，北中寮吼、哦，比南中寮较水，这边山较悬。南中寮就是要去水里迄条路，迄边遐。第下尾，瀑布路第下尾袂歹哦，下尾比这较水哦。嘿，爱落啦。对呀，一个龙，一个凤凰，一条。这是天空步道。这天空步道无啊，无便宜啊。下尾遐，下尾遐较水。嗯。这风景，这里拍照啊。新景点哦，多用的空军航空教育中心博物馆呐、啊，博物馆。这是最新。那无，那无，那无，高雄航空基，港基地哈、啊，你知道？空军教育展示博物馆，啊，我来咧拢讲飞机。对吧？面顶才看有啊。对，我就咱就卖卖落。